我，哎呀，最近真是太累了，我一点都不想努力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干脆直接看看月季的花苞好了，反正快开了，解解馋嘛，想象一下月季群开的样子。嗯，好吧，我们走吧。这个是亚伯拉罕亚伯，看看他这个。这一只上，天哪，怎么能这么好呢？这里面这一颗小的是格拉汉托马斯，它是开白色花的，这个品种我不推荐大家买，真的是三天之内必散了，三天之内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很鲜的开了手。这个是莫奈，这个地带的月季一般都是多头啊，这个是昨天打了那个药，打了防红蜘蛛的呀，还有各种真菌病的。这个是羽毛，这个自生的，这个像一个棒棒糖月季的，这个是肯特公主，肯特公主开花性特别好。这里还有一颗珍重，因为这边的光线没有特别好，所以珍重要稍微差一点。这一颗是蓝色阴雨，今年的月季差不多都是多头的，这个我不知道名字。这里还有一颗小雪，小雪开花了。这是一颗灵芝妖精，地栽了，也是多头。这个是大游行，看大游行，天堂家10块钱的小苗种出来了。小木槿，咚咚咚咚，甜蜜马车，妖精，芬芳宝石，这个是粉彩巴比伦眼睛，这个是冠小姨。小姨也非常的可爱，今年之前打了冰雹，发了一次倒春寒，所以今年的月季已经漏包的都已经冻伤了。这个是果汁阳台，它应该是一个橙色的月季，结果现在是红色的，但是也是多头哦。这绿冰，这个绿冰长的，哎呦我的天哪，绿冰你也太那个啥了，潇洒呀。这个是巴黎女士，巴黎女士这个月季也不好，抗病性虽然很好，就是也很容易散，4天左右，秋天都是3-4天就拜拜了。这个是我的红粉色龙沙宝石，这个粉龙还有是一个小崽崽。这是我地栽的肯特，就是那个大颗肯特的崽，这一颗是诗人的妻子，看看这个多头，我的天。这个是鸭脖的崽，毛地黄，这是地栽的铁线莲的，看开花多大，这么大，对比一下，一个手那么大，真的好好看呐。这里有一颗红龙，红龙很容易打不开。这个是切竹，切竹实在是太能开花了，导致它一直都长不高，就这么点儿。看我的藤本音响，旁边还有一颗玛格丽特王妃，这两个藤把这一边墙上都铺满了，上面密密麻麻的花苞。走进来一看。全开的时候就是莲花墙啊，藤本音匣必须要有名字，真的非常的厉害，38块就买的小苗，现在这已经是整个一面墙，这一开一定是上千朵了。之前网购的那64个月季已经下地了，
其实呢，已经都修剪之后，现在已经爆水了。这些多头的花苞来震撼一下你们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还有一朵，一棵小苗，下地半年不到，瞬间就有几十个花苞，四五十个，我的天！都超香的，到时候等它开花了，就把它插瓶子里面去。这个合唱团，地该有多大？是有的，超香！啊，你们闻一闻，反正你们也闻不到。它的合唱团是这样子，这一个头就有十几个了。6、9、10、14、17个，一个头17个，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这个我们数一数有多少个？哇，扎人！7个，10个，13个，14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，哇塞，一个头就有26个花苞，哇，太疯狂了，太疯狂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花也赏完了，我们应该努力工作了。想要看我的花群开的效果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到时候我们再拍视频来看。